今天的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各位 Good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幸福学堂，一起学习迈向幸福啊。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一起讨论过青少年他们在整个青春期发展过程当中这个爱美病所产生的这种各种问题。青少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课题呢，就是呢，他们呢情窦什么初开哦，开始呢这个因为各种因素，包括这个生理上荷尔蒙的因素啊，那开始呢就会总是觉得好像有人在观察我啊，或者呢开始对异性啊，或者对某一个人呢、开始呢已经呢产生了一些好感啊，特别好奇，所以呢这个爱情呢就翩然降临。但是真的是爱情吗？或是只是一时的迷恋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啊！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的所有同学们啊，欢迎你们。今天来到幸福学堂的青春学员有五位高中生及五位大学生，其中有一对情侣档哦。我有几个问题呢，想跟大家呢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对话一下哈，觉得自己都了解大人世界里面的妹妹嘎嘎啊，就是说你在青春期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那个大人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你都知道啊。你同意的请用笑脸，不同意的用哭脸，也蛮多都同意哈。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好了，诗涵呢，你自己的经验是说你都知道是吧？家长可能有时候有些事情不想让我们知道，是就可能工作上或是家庭上，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也想帮他们一起处理，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还小。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比较早步入社会，因为我15岁就开始工作，是所以比较能够理解大人之间他们讲的那些妹妹嘎嘎这样。会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吗？会吗？有时候会故意做一点那种好像装模作样啊，故作姿态啦，无病呻吟啦，想要让人家好像注意到你啊。OK， 我觉得难免到青春期都会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讲话比较大声，或者是动作比较夸张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人在注意我这样。少林也是认为会有嘛？尤其上大学更明显，因为我是舞蹈班上来的，是，所以我就喜欢把脚举在头上之类的。现在可以示范一下，现在有点硬掉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到青春期的时候都多少一定会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是看自己有没有成功而已啊，对不对？对，就会想在高中谁没改过仔裤，谁没有折过裙子，然后改仔裤烫头发，然后戴隐形眼镜看谁比较帅啊，对不对？其实雨辰，你看他烫头发也是引起人家注意，您这个顶上的功夫也蛮多的。要这样子吗？在你青春期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人在偷瞄你吗？如果有用笑脸好不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用哭脸。蛮多位都觉得是有的哈。依婷有感受过吗？有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会觉得别人的眼光是不是在看自己，然后就会有点不自在，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些目光哈。对，好，有成呢，你呢？会有感觉就是有人在看我这样，只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然后有时候走在路上，或者跟我家人有一次，就我妈说，她在看你，有吗？我不知道。对，就是觉得很像韩国哪个欧巴之类的，是不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超人一样，可以完成很多伟大的事，也还蛮多都是给笑脸的。Jason 呢？你呢？你曾经觉得自己很 Superman 是吧？以前在音乐方面，就是发现自己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天分。他说，搞不好我篮球其实很有天分，我其实超猛的，就马上就被撞下去。所以好，这个不行，那换一个，就会一直这样去尝试，可是发现好像不太行，像读书绝对不行。我蛮喜欢看就是偏那种什么编
就是保护世界那种动漫呢、啊，然后就自己掉入那个小小的世界里，是，但就自己想象啦。其实走在外面就是对一个 nobody。即使青少年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心理状态。那这些心理状态，如果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成人呢、啊、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在作怪啊，我们会常常觉得说你搞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很莫名其妙的行为啊？所以有时候呢，你知道亲子之间就会发生冲突。那老师如果不了解，就会觉得这个学生好像不乖，当然是很不乖嘛，哈、哦，对不对？你干嘛故意捣蛋呢？哦，对不对？哦，然后一不惊人死不休啊，对不对？哈、哦，然后进来就这样叮叮空空的哈、哦，好像就是要让人家都注意到你。其实呢，这个跟青少年哈、哦、他的一些特性是有关系哈、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啊，叫 Elkay 哈、哦，那么他呢特别提出来，他说青少年哈、哦，他有一个自我中心的四大特征，第一个叫做什么？叫想象的观众啊，有没有？刚刚我们说好像有人在偷瞄你。第二个呢，叫做个人神话啊、哦，像一哲，您好像有个人神话嘛，对不对？哦，我小时候好像曾经，好像一直到现在都有吧，就是会一直幻想我是不是可以从这栋楼跳到那栋楼。可是就是一直中间就会想到啊，不行，跳不过就死掉。对对，我还是给你一个中心的一个建议哈，请不要跳。是哈，那个飞檐走壁啦哈，轻功啊，这个当然，其实很多青少年都有这种幻想，背一个包包就往深山里面去了哈，他想要遇到高人，你听懂吗？他好好到一个山洞里面去找看看，要休息。第三个就是叫什么？假装什么？愚蠢，假装愚蠢就是啊，大人世界其实他都知道啊，或者人家在表达什么他都知道，然后就故意说啊，嗯，真的吗？是吗？啊，对，类似这样，你知道吗？詹如，如果有异性对你表达好感，你会这种假装愚蠢吗？我都是这样的。哦，你都是这样啊、哦，就是哦，你不要开玩笑啦。啊、哈哈对，然后就带过去，装作没有。哦、是真的，哎，青少年常常会这样。OK， 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明显的伪善啊、哦。其实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被很多的伦理道德啊、哦，或者是社会的标准呢、啊，会套在我们身上。比如说呢，几个同学走在一起啊，哎。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比如说身心不方便的人呢、啊，就故意说啊，赶快我们要来爱心一下啊，类似这样哈、哦，哎，就是其实心里面不一定有真正的感受啦。好、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哈，你知道吗？青少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死之身、不朽的人物啊、哦。然后还有一个就觉得自己是全能，刚刚那个 Jason 讲的啊、哦，好像对要十项全能，有很多人会有这一些错觉。所以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好朋友特别提一下啊、哦，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是青少年他在整个发展当中的一个特性啊、哦。那我觉得我们要有所了解啊。哎，是 Jason， 哎。像是我觉得，像今天老师讲的，其实都蛮有道理的。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以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比较关于爱情方面，是，这样不会偏题有点远吗？啊、你觉得有点远哈？是啊，感觉好像没什么实质上的关系耶。其实是有关系呢。啊，各位想一想啊，刚刚这些特性哦。跟我们在人际关系，特别在两性关系当中，在情爱的关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会串联起来啊？比如说，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呢有人在瞄你，或者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你知道吗？无坚不摧，所以呢，你很可能什么都敢去追求了，所以可能在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情世界里面就会导致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巨大的波涛或者一个灾难啊，所以我们想接下来呢，我们要透过一段我们的主题剧，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哎，在校园当中会不会因为这些特性啊，就带出很多我们在情爱世界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主题剧。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一段更神奇的表演。待会我数到三的时候，我就要把你们身上的衣服变不见。准备，一、二、三。李小德，气泡素、茶叶蛋，给。哇，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这个？有怪嗜好的人不多啊。好感动哦，
以前都是我买早餐给别人吃，今天居然有人买早餐给我吃。我可不随便买早餐给别人吃，除非他是旷世大美女。算你识货。你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你其实很漂亮。哇，一早就嘴巴那么甜哦，借一下。哦，李小哥，你狠呢，你要记住，跑慢一点啦。我为你们带来一段神奇的表演，我这边有一张明信片，你们认得出来这是什么吗？自由女神，自由女神，眼睛盯着这个自由女神看，千万不要眨眼，仔细看，三、二、一，消失的自由女神，送给你，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我要带来我的拿手好戏，待会我数到三的时候，我要把你们身上的衣服变不见。一、二、三，啊！我的衣服呢？李小偷，快走！等一下啦，我还想再看呢。你今天不是值日生，本来就应该早点到啊。啊，对哦，难怪我觉得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忘记了。我帮他们买早餐买了一个学期，今天突然没有买了，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当初你是想打入他们的圈子，但是他们只是想利用你。嗯，从今天开始你是全新的自己。我们喜欢你是因为你是李小德，而不是长得像白富美的李小德。对耶，上次圆圆也是这样跟我说。所以啊，李小德，你可以的。李小德，加油！嗯，今天是我全新的开始。嗯 ，Let's go！ Go！ 去擦黑板。好啦。我们都快饿死了，李小德，你今天太晚来了吧？我没有迟到啊。哎，我们的早餐嘞？福利社在那。刚好我最近想要瘦一点，穿我 more cheer 的洋装。这比较适合。对。会不会太滑？不错人啊，不要太嚣张。虽然呢，模仿我像在丑小鸭身上粘上天鹅的羽毛，不知情的人呢，或许会被你蒙骗。可是不模仿我，又等于现出原形，依旧是一只丑小鸭。我不是丑小鸭。学妹，哎呀，学妹，学妹，你还好吗？哎，高大上，装了一个干嘛？走吧。你怎么可以抱他？高大上，跟我回来。在做梦吗？学妹，你还好吗？我怎么了？你刚刚被球打到。学长，你怎么了？刚为了帮你挡球，手不小心扭了一下。没关系啦，护士已经帮我处理好了。谢谢学长。不用谢，你好好休息，我在这里陪你。
什么意思？你今天在我面前公然对李小德他啊，切，他被我兄弟的球打了，救人举手之劳啊！公主抱轿举手之劳，啊，是举手之劳啊，你才是公主吧？那我上来约学校嘛。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那你要怎么证明？你是我的 VIP， 我只为你一个人变魔术，没有这么容易。你现在啊，要留校查看。轻一点，可是每次都可以这么幸运遇到我。谢谢学长。你还好吧？还好。学长，你的手还没好吗？没什么，英雄救美，值得。学长，真的不好意思，上次是我自己不小心。那你是不是想要补偿？我。你如果想要补偿我的话，那就加我好友。啊，加学长好友啊！对对对，我还没有你的好友。好的。好啦，以后凡事小心哦，记得不要让我担心。谢谢学长。这个主题剧呢，应该很真实啊。那在校园当中呢，其实是不断的在上演啊。那也许你也曾经看过，或者搞不好你自己也是剧中人物之一啊。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主题剧啊，对于我们其中一个主角啊，就是那个学长啊，这个高大上，他很风趣啊，对不对？他好像也蛮体贴的啊，然后英雄救美啊，然后又多才多艺的感觉啊，然后又是学长，是不是啊？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人物吗？来，我们举牌好不好？会喜欢用笑脸。一哲，你会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你都不知道他任何背景，上面就会只单独就这个人对你做所作所为做评断啊。有学过魔术吗？会想用这个来博取欢心吗？我觉得我不会，我会想要展现自己在另外一方面的能力。是那个部分啦，就是了解，我会展现我自己比较专长的那个比较专长的。好，是是。好，雨辰，你给的是一半一半，这个是怎么来解释啊？本身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的前提之下，那我如果跟他相处下来，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对他也有好感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可是如果本身对他没有兴趣的话，那就不会。所以就是看那个人本身到底吸不吸引我。玉豪呢？你们在学校有没有像高大上一样得到这种礼遇，有人喜欢你？会假装反感啊，越难接近就比较厉害，这样物以稀为贵，很明显的伪善，对，就是要这样，命中一定骗了不少，是是，蛮有趣的哈。好，其实呢，整个从国小慢慢进入到中学啊，国中、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课题，就是我们都想被人家看重，我们都希望在别人的心目中是有地位，所以青少年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自尊啊。那么因为我们很想要追求自尊，你知道吗？我们刚刚那一些特征，自我中心的特征。就会表现出来。心理学家说，我们其实都在找那一个失落已久的自我。因此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呢，青少年衍生出来的问题呢，就是包括像什么，像反对生命中的旧权威啊，对啊，他会不断的啊，你知道，想要找自己，所以呢，父母啊，慢慢的连老师的话，就变得好像要退场。那同侪至上，因为啊认同同侪啊，所以啊，你知道吗？年轻人会喜欢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用过这些语言啊？是在 Hello， 在 Hello 最常用。十大九年级流行用语排行榜，第一名人家三七七，第二名二四八六，第三名旋转，第四名是在 Hello， 第五名塑胶，第六名夸张，第七名咖啡话，第八名请自行看字义，第九名玩家。第十名锅，这个有些对我们来讲啊会很陌生，譬如说什么叫塑胶，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都有用过吗？这个，譬如说那个锅，这个有用过的举手，我看看啊啊、哦，真的啊、哦，少林呢是在 Hello 是什么意思？比较很多观众朋友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好像感觉我们是在不同的世界啊、哦。另外呢，心性不稳定，就是心情好不好？有时候会决定很多事，刚刚雨辰也表达了嘛，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人到底给你的感觉好不好，好像会决定你跟他之间未来要怎么互动。嗯，然后呢花痴小魔、哦、等等这些啊，就会产生很多错觉。那另外呢就是眼高手低啊，另外呢我们看到伪善啊，我们刚刚那一些特征，自我中心的特征，男生就会在个人神话上呢就会很会吹牛，哎，你知道我昨天好厉害哦，我这个这样子头居然进了啊，类似这样啊，可能几百颗中一颗啊，可是他就会把它拿出来说嘴。譬如说像高大上，对不对啊，很喜欢哎玩这些有的没的哈，哎、啊、玩久了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什么厉害，很神，就会开始真的创造出一些自己以为的神话来啊，好像觉得自己哎，任何的异性我只要想追求他应该都 OK。 女生也是啊，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好像偷偷看你一眼，哎，就把他解释成啊，真的已经好像追我很久啊，在想象的观众啊就是特别高啊，所以就很容易产生很多情爱里面的哦，我刚刚讲过啊，好像就会起波浪。那也因为这样子，慢慢的哦，对，加上这个生理的因素，情窦初开，所以呢，有一个其实在校园当中很不平静的一个课题，那就是什么？就是迷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哈、哦，是不是也很多人曾经有这种迷恋的经验？好，那我们来用举牌，好吧？如果有，我们用笑脸哈、哦，来，一二三。青少年的迷恋经验调查。现场学员只有一位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迷恋经验，其他九位都曾经有过迷恋的经验，快来听听他们的分享。那新勇，你有迷恋的对象过是吧？我小的时候就是，有喜欢过一个男生，就是刻意接近他，或是有时候在幻想的时候就会把他当成对象。这个迷恋到什么时候开始破灭？两个月后吧。两个月后。哦，这个非常超级短命的迷恋，好不好？好，是两个月后。好，哎，诗涵你呢？你也有迷恋的对象？我是偶像。哦，是谁？可以讲吗？哦，周兴哲，他是一个歌手，我就很喜欢他，然后就是买了一些。他的周边啊，是，就是我有一个扇子，上面有他的头的扇子，然后我每天在学校就拿着他在那边扇，然后我的手机壳也是，我的手机壳后面也是他，啊、就是特别去做了一个他的手机壳。到什么时候慢慢的退烧？现在还没，现在还没，太烧。哦，是，所以如果有一天他结婚了呢？他现在有女朋友。哦、他现在有女朋友，你会忽然间有一种好像失恋的感觉吗？没有，就是我现在就是期待他们和平的分手。是是，哎，好啊，一哲你呢？是我们高一的时候的生物老师，觉得他就是很有知识，就他感觉很深藏不露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哇，他好厉害，好厉害，所以他每次上到他课我都很开心。应该生物考得特别好。没有，我选文组。我选文组。Jason 呢？你呢？以前非常崇拜的是那个日本的一个乐团，因为他们的技巧那些非常高招，所以就会很喜欢他们的东西，是一种近乎就是疯狂。是我最近还是要去抢他们演唱会的票，然后不要阻止我，谢谢。詹如呢？我在国中的时候看到一个学长，他是泳队的，然后在打排球，上半身很壮，就是肩膀宽，然后腿又很长。刹那间看到他以后，我就去撞我旁边的朋友说去找他的名字，然后后来就透过，因为他身边有几个比较丑的泳队的朋友，那个比较好接近，然后就间接问到他名字，然后查到他 FB。然后他 FB 还有放他就是因为游泳啊上半身没穿的照片，是，然后我那时候还下载当桌布，然后我就这样一路喜欢他，喜欢到他毕业。然后不过因为后来他毕业离开学校，在学校没有办法就是故意一直绕高中走廊偷看他，所以就默默的没有了。
回顾那一段迷恋的日子，其实感觉怎么样？甜中带酸，酸中带苦，觉得很白痴。白痴了。迷恋有些时候好像会，好像很舒服，对不对？好像让人家活在一个希望中，或者是活在一个有目标的一种好像状态。不，迷恋就是一种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激情，啊，就是有，你知道，就是好像忽然间呢，整个涌上来啊，火山爆发了，哎。迷恋不一定都在同侪中，哎，迷恋有没有可能是对老师？有，好神哦，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一题那么难，我们解两个小时解不出来的数学题，他一分钟写出来啊！废话，他已经教了30年，他当然写出来啊！迷恋有些时候，请问你，你会不会觉得可能是一个痛苦，自己很矛盾，很不想要这样，但是又好像遏制不住啊，就是会一直好像一直深陷其中啊。对，所以我们看到，哦，迷恋是带着危险，跟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有生命伤害的啊。我所谓生命伤害，不是说会死掉或者什么，而是会好像有些时候真的是茶不思来饭不想啊。你看这个有一个小说叫推拿啊，它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这是迷恋的困境跟无奈啊，就是恋爱中的人是什么？是愚蠢啊，但是单相思的人不愚蠢啊，因为单相思的人是白痴啊，听懂吗？比愚蠢还更辛苦，你听懂吗？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有一个作者叫刘恺希哈，那么他写过这一段话哈，哎，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哎，我觉得哎，好像能够把迷恋的那个本质哈，很淋漓尽致的把它给说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迷恋哦，称不上是一种爱情，对不对啊？那它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的去，好像去爱一个人，那根本你不需要去了解他。哎，请问你啊，有没有很多人的迷恋对象根本是在他真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的人？很多，很多哈，哎，然后就说他是我老公之类的啊，真的啊，是。所以哈，其实呢，你知道迷恋哈，有时候真的是它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可是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种行为啊，它会影响到你的食衣住行娱乐。我们来看下一页，各位晓得哈，这个迷恋到一个地步哈，其实哈真的是很痛苦哦。在圣经有一卷书啊，叫《撒母耳记》啊的下啊，这里有一段话，他提到有一个人，他叫暗嫩哦，他居然迷恋谁？你知道迷恋他呢？同父异母的妹妹，当然这是很不对的行为，对不对？可是迷恋到一个地步，你看连圣经都说他是忧急什么成病，迷恋到一个地步，其实真的是很痛苦，所以呢，我们下面呢要让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同学，我们也来试看看好不好，哎，我会不会有这个迷恋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出现。爱情态度量表，您可以上幸福学堂粉丝页索取。如果您已经有了男女朋友，请按照你们的交往状况回答。如果您没有男女朋友，请想象一位对象来作答，每题1到5分作答。爱情态度量表的分数代表的意义，平均分数3分以下代表迷恋指数比较低，平均分数3分以上代表迷恋指数比较高。有成了，有成，你说看看，你自己的迷恋分数好像比较高哈，热恋中吧。应该是有这个关系，情有可原啊，哦，如果现在做出来很低，我们反而很担心。所以你也应该是想到你自己的男朋友嘛？对，因为相对是比较高一点。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请说，就是迷恋跟欣赏他们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只是欣赏，可是感觉又像迷恋，就是有一种模糊地带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承认说他不完美？欣赏有时候还会品头论足啊，尤其人家在批评说，哎，他什么地方可能不是那么好啊，等等的时候，哎，你也会觉得，哎，对啊，我们就拿出来大家讨论，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一部分啊，要拼死命的捍卫，然后呢，好像觉得你提到他不好，好像就在讲我一样哦，你知道这种过度摄入、过度的投入的这种感受，那就是一种迷恋。你知道迷恋当然是属于爱情中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也偏高呢？我不知道，因为那个生物老师不是已经挑了一些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容易会就是陷入迷恋的人。好啊，那 Jason 呢，你也偏高一点，因为自己也有女朋友吧，可是就是一见钟情，我是非常反弹的哦。因为其实我跟他认识非常久，就是其实一开始是只有认识，就完全只有认识，然后也不会去找他交谈什么的，是到后面有接触，慢慢有才会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你走的方式是比较就是从友谊慢慢发展出来。对，好，我们呢这个来休息一下好不好，回来我们来谈谈迷恋更多的一些相关内容。
上课喽！我们前面哈谈的这个有关迷恋啊，像刚刚我们在剧中所看到的，像这个白富美啊，跟高大上啊，哈，或者是高大上，对不对啊？那么可能吸引了一批学妹，譬如说像女主角小德啊，对你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一种真正的真爱吗？哎，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真爱，所以表示说你们认为真爱应该还是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标准存在。很多人会常常觉得说，真的有所谓的真爱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什么，在所谓的生理上找到一些证据。这个迷恋跟所谓的真爱哈 ，true love 啊，其实呢，在研究上发现，当我们去看到那个迷恋的对象的时候呢，我们有这种比较是属于渴望啊。当我们譬如很想要买一个玩具啊，我们很想要买一件衣服的，某些大脑区域就会特别的什么发达。所以刚刚为什么说迷恋有时候你知道吗，真的是来势汹汹，人家说为了你呢，哇，这个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啊，很多时候那个可能就是一个迷恋而已。如果是那种譬如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一个相当稳定的，对不对，持久的，而且是带着一个终身承诺的那一种你知道那一种真爱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区域会被激活起来，那就是一种依恋感。这依恋感不是只有发生在譬如说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丈夫跟妻子之间，亲子之间，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依恋的那个脑部区域就特别的活跃。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强烈的爱，有时候你心中也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想要陪他走到最后。是，那要怎么样去分辨说这是一个想要对他有终身的承诺，还是他只是强烈的爱？是是是，这个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条件的一个这个因素了啊，也就是说。没有错，比如说你初初跟一个可能一开始是迷恋哦，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呢，随着你们的互动交往，是不是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加进来了？有共同的目标啊，两个人的人生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啊，他们甚至是信仰是一样啊，然后呢，社会条件好像也都给他们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迷恋慢慢的可能会转化，所以。各位看到在相关的研究发现了，像我们在迷恋的时候，为什么迷恋来的真的是很恐怖？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人有愉悦感，像有一个叫多巴胺，我们有时候很放松就是一种多巴胺的作用，它有点好像脑内啡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叫做苯乙胺 PEA， 这些呢都是在一个人进入到迷恋的时候，在他的脑部区域很容易找得到的化学物质。但是这些化学物质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其实呢不等于所谓的真爱。我们就把友成跟少林抓去解剖哈，应该呢他们的里面呢、这个你内啡肽呀，应该是很强的啊。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稳定的，而且是一个安全的依恋的一种爱情的化学物质。所以在那些老夫老妻，可能他们两个已经白发苍苍，携手走在夕阳下，其实他脑部的区域不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多巴胺啊、去肾上腺素那些让你一下子忽然间亢奋起来的东西。而是什么细水长流的那一种内啡肽化学物质所以它是有所不同的。那诗涵不容易的对，理论上这个迷恋要维持这么久，通常都是两三年就已经差不多要玩完了，差不多一年多了那也快了是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许不管是师长或者是父母我觉得就是要在旁边辅导关心陪伴但是不要把它好像弄得好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事。其实我们也都曾经少年过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子来这个你知道吗？处理迷恋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想过说，我应该怎么来处理迷恋的问题？玉豪吗？对，我从来不幻想的，是对我都直接追求啊，所以我不会迷恋，我这一点就比较没有，是是，没有迷恋的对象这样，所以你也就不需要去处理这种问题，对。这个听起来也是很理性对，好，那玉婷呢？当发现自己陷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要有警觉，就可能要远离吧。我觉得很难，你叫他不要去买票，可能吗？对，叫他不要买了，不要买，拦不住他。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就是要问自己说，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后悔？但我觉得看演唱会应该是不会后悔吧。是是，毕竟砸了这么多钱。是是，对啊。你谈的是成本跟代价的问题，对不对？商业如果说这个迷恋真的会让你付出很完全无可弥补的那个代价，你认为，一婷就认为说这个一定要很小心嘛。对。那三如呢？
唐文化就是在当初自我检视发现我迷恋的学长。但是我觉得自我检视过后以后就是开始反省，这样的程度有到真的喜欢吗？那这样子的程度对我来说之后会不会有任何利处？那如果是只是单纯脑冲的迷恋的话，那我可能就觉得那我要收敛一点。丹如说的也是一个相对是理性的一个表达，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青少年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是冲动的，对不对？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旁边有人陪伴是还蛮重要。比如说当你在追求周星哲的时候，对不对啊，旁边有一个，比如信勇刚才讲说，哎呀你不要那么好像着迷嘛，对不对？你知道周星哲他也是一个凡人啊，类似这样啊，就是说也会提醒我。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可以减少一些迷恋的困境。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黄维仁博士哈，大家很多人也都很熟悉的哈，那他就特别提供几个角度哈，让我们可以去分辨啊，这个迷恋跟什么跟真爱之间的区别。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迷恋。他说通常就是一见钟情，所以那个 Jason 比较理性一点啊，就是说比较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式的啊。但是如果你很容易因为看了一眼你就整个好像陷进去，哎，要小心，对不对？那个很可能是迷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这一种心理上的投射，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像有很多的个案，对于那个有一点胡子的啊，年长的，而且最好还有一种那种烟味，那种味道其实是来自于你知道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那是父亲留给他的一个印象啊，父亲有一个胡子，有抽烟，所以当他遇到一个这样的对象的时候，那一种小时候的一种缺乏，对父亲形象的那一种缺乏的落寞，就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好像找到一点满足，所以他那个就变成一个迷恋。所以有时候要安静下来，自己要去剖析，有时候自己剖析没办法啊，有时候需要一些好朋友，对不对啊？认识你的好朋友，跟你深交的好朋友，他看出你，哎，你生命上的一些弱点。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像这个不允许你迷恋的对象给你负面的感觉，好像市场就有一点不允许他交女朋友啊，对，最好呢，对不对？和平的、无害的分手啊。好，第四个呢，就是需要你的时候呢，你马上就要在我身边啊。那不需要你的时候呢，哎，就把你一脚踢开啊。工具人吗？哎，不错不错，学生，对对对啊。有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发现我们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感情啊是没有承诺的，我们那一份感情是不愿意付出真实的代价。你们如果真的有一天谈情说爱，爱情是要付代价的啊，而且是要用行动去真正付代价，不是嘴巴说而已。那最后第五个区别就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浪，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两三年啊可能就过去了啊，那两个月的也有嘛，人生是长长久久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真爱呢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就还是单身狗，是啊，我如果真的有一天喜欢上别人，然后没有办法就迷恋他的话，那我要怎么进入一段安全的关系？现在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可能性吗？欲言又止啊，通常就是应该是有这个眉目了哈。OK， 这是议题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怎么样去做一个检查啦，对，对不对啊？稍微 check 一下，说我会不会是一个迷恋呢？还是说这是一段值得我去好像即便爱情不一定成功，但值得我去投入拥抱，对不对？照理呢，你有没有同样议题这种问题？当时感情来到的时候，会有这种思考吗？我当下就觉得很崩溃啊，对，因为我不想要这么早谈恋爱。可是还是谈了恋爱，就是感觉对啦。我是第六感。都凭第六感生存的人，所以那样一开始其实风险蛮大的。所以我先去找那个教会的小组长，他是鼓励我去，对。其实他应该也是比较积极正面嘛，但是告诉你说，你要有一些像议庭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嘛，对不对？就是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来自我检验检查的方式？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好不好？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譬如说家里的孩子啊，学校里面的学生啊，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青少年的朋友，他好像现阶段有一个感情的发展，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感情发展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持久性的以后可以门府的一个情感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情。亦或者是一时之间血气带来的一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分析那个情感的一个状态大家还记得黄维仁博士他所提的，有时候呢我们要检验自己，
其实很多迷恋都是因为发生在一些我们的缺乏、我们的空虚、我们的失落，这些东西很容易成为我们迷恋的一个对象。好像我们都在寻找一个你知道吗？可以弥补我们生命的一个好像空白地方的人，那这有些时候是有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来自一个充满了爱、支持性很高的这样子一个家庭，或者这样一个成长经验的青少年，他的迷恋相对来讲是比较少，也比较无害啦。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个有趣嘛，或者是一种才能式的吸引，像 Jason 就是哇，他们的技巧特别好。但是如果涉及到情爱的部分，那就很复杂了，一定要很谨慎。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坦然面对自己性与爱的一个发展过程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也提过一点，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提一点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迷恋的过程当中，因为荷尔蒙的作用，它会有一个生理的什么，生理的一个迫切感，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在那个，我们有一句话叫欲乱什么情迷，在那个当下我们会不会一下子就好像被冲昏了头，是不是啊？对，各位有没有看过有很多的那个绯闻啊、丑闻啊，一些偶像人物啊，利用那个粉丝对他的那个迷恋，有吧？对，这个就是要很谨慎。第三个就是，如果开始有一个好像那个情感的流动，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其实跟家庭的氛围有关啊。如果家是比较相对开明的，父母呢，其实就像我们在上一次的讲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尽量避免那个家庭里面好像集体性的性焦虑啊，就孩子想跟父母谈一些自己身体的问题啦，或者情感的问题。好像不要讲，不要讲啊！这个，你自己这个是自己的问题，不要是不是？有些父母就是都把它否认，有没有把它隔离？其实后来孩子就没有地方去分享。其实第三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来自于一个这样的家庭，我们可以跟长辈，师长、辅导者可以多聊聊。那么我们当中有一些好朋友在教会，也可以找教会呢，可能就是他是在这一块有训练的。一些传道人，或者是一些相对在灵命比较成熟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跟他们请益。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减少一些迷恋的催化对象。譬如说，你知道有时候是遏制不住的，不该去的偏偏要去，你一直接近，你当然就会越来越迷恋嘛。所以你只要减少在那个时间空间出现，像刚刚三如，没事去人家教室互相绕，越绕就越迷恋，就是会这样子，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选择的或者自我催眠式的去强化迷恋的成功画面跟情节。心勇说用想的，越想，越着迷，越想越兴奋，越想越具有可能性，对不对？会不会呢他忽然间呢，我去图书馆他就刚好在那一边，对，类似这样，是不是？会不会走到路上他骑脚踏车把你撞一下，赶快英雄救美，从此一段美好的恋曲，类似这种幻想，我是不是幻想太多了？还好，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一种，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种，过度的去强化，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的迷恋的，一个可能性相对是会比较少一点。还有呢，要小心，我刚刚有跟斯坦提过，我们要小心避免柏拉图式的那种理想式的爱情，就是说完全不能说一点缺点，对不对？对不对？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一种经验，就是譬如说少林有人要讲有成的缺点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给我讲哦，你不要讲，你闭嘴啊！我会跟他一起讲。哦，你会跟他一起讲一下哈，你们一起踏伐他就对了。是那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式的爱情，就是什么都不能讲的啊，他是唯美的啊，他是唯善的啊，他是只有好没有坏啊，这是不可能嘛，人不可能是完美。还有呢，我们要小心哈，就是说。有些时候迷恋为什么会让一个人的所有的功能都中断，就是他忽然间什么事都做不了了，陷入那一个情网当中，所以我们要记住哦，有些时候故意让自己忙一点，对不对？有一些目标其实也是好的，我处理过一些个案，也是青少女，她就是在学校，因为她本身条件也很好，所以她也会被迷恋，她也会迷恋人，那她自己也很辛苦，她想要改变但她没办法。后来呢，她的父母寻求我们的协助，最后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付出代价离开那个环境。果然哦，你知道这个情况就慢慢的减少，因为有了目标嘛，然后有新的刺激出现。好，另外呢，这个激情是短暂的，其实有很多时候时间确实是会解决掉很多问题啦。这个 Elkind 他讲得很好，他说梦想幻灭的冲击啊，是可以成为有用的学习经验。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也想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也就是说，其实青少年的迷恋哈，有时候是人生过程中一个好像都会有的一种经验啊。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不要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罪恶啊。好像坏透了没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要陪伴啊。那我们好朋友，您听到现在啊，也是一样。也许你曾经有迷恋的经验，在那个迷恋的经验当中呢，当你好像大梦初醒，你好像走过那一段路以后，忽然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醒察，有一个顿悟，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啊，原来就是这样啊。那么当下一次又有一个类似的情形的时候，其实你的免疫力已经提高了，你就不太容易又好像被搅和进去啊。那我相信不仅你自己要得帮助，你身旁周遭很多朋友也因为你的经验有机会你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啊。我觉得迷恋是生命的一部分啊，虽然它并不完美啊，但是有时候经过一些转化，迷恋也是我们慢慢发展出真爱的一个啊有利的条件之一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辅导就好了，也要成为一个有利的啊我们的一个生命经验。好，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好不好？好， OK， 谢谢。选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嘛就通吃。上白富美之类啦。白富美其实有点太精了，难。李小德不一样啦，李小德呢就考要不要而已。学长，所以我先放这里。学长，你没事吧？我有病。